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堂堂亲子游戏，这里有海绵宝宝奇趣蛋，还有哆啦 A 梦奇趣蛋。今天呢，我们看看海绵宝宝的奇趣蛋，还有哆啦 A 梦的大奇趣蛋里面藏了什么秘密。我们先看一个海绵宝宝的奇趣蛋，这颗奇趣蛋上面的人物是派大星，里面有果汁软糖，还有文具加贴纸。我们先看看第一颗海绵宝宝的奇趣蛋，用小剪刀拆开包装。这颗海绵宝宝的奇趣蛋是铁盒包装的，这是海绵宝宝贴纸，贴纸上有山迪、蟹老板、派大星、海绵宝宝，还有章鱼哥，五个人物产品名称、趣味玩具。这是一包果汁软糖，这是玩具，是一辆惯性车车玩具，这应该是一辆摩托车。看看，哇，是一辆惯性摩托车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颗大哆啦 A 梦奇趣蛋，哇，这是一颗好大的哆啦 A 梦奇趣蛋。看看说明，里面有巧克力制品。好，拆开包装，这是撕开口，包装很紧，我们捏开它，这是两包巧克力制品，包装的上面还画了很多小问号。这是玩具组装说明，是一辆军事车积木，包包里面就是积木。打开包装，取出里面的积木，开始拼装积木喽。
一辆什么车车呢？这里像是一个雷达。这里是手挡吗？它可以动。整个的后半部分都可以动。车车的前面还有一个圆盘，和后面的这一个圆盘是一样的。车车有四个轮子，我们跑跑看看。还有奇趣蛋没有给大家拆，我们会在下一期继续给大家拆。更多好玩有趣新奇的奇趣蛋玩具。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